那么佛本来是不异于的，真真实实的话一定不会有错的。可是现在我听到这里呀、啊、总觉得有点不相应啊。不过我不敢怪佛，我总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不是我在听觉发生了什么问题来了，因此我还是要求佛，还是维垂大师啊开我蒙印，这是令息的令，跟那个令息的令相同啊。现在啊我话虽然这样说嗯，可是我还是期望佛垂慈，以大慈大悲的心开导我，我是窝囊之身啊，开导我窝囊，我的蒙昧之心啊，念系前面所闻的话而执而不舍，念是执念，执着，他执着一边的话，认为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对于佛的话，他没有听懂，听完全懂，所以发生这种情况。他总觉得自己不对了，不敢怪佛，所以我还是希望佛呀，大慈大悲，开导我，使我这个蒙蔽于啊这个所执障的这个心境，啊念息所执的法不肯放舍的这种的心境，希望佛能够开导我，使我能够消除这个疑问。楞严经的经文呢、啊、这个文字之妙，一大藏教里面找不到第二部啊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阅藏吧，你把全部藏经别的不用说，单把经藏请出来，从头到尾通通看过，看看有没有比楞严经的文字更好的。我是翻过了，我不敢说看，翻过了全部藏经翻过，可是我找不到第二部经啊，像楞严经的文字那么妙，找不到第二部。看看他这个文字上叙述阿难的问法，我们就五体投地。他每一段的问法文词都不一样，非常优雅，而他的表达的用意啊，每一段都不一样啊。你看这个开我蒙令这一句话，前后问法没有第二个啊，而他摆在这个地方是恰到好处，刚刚好，在这个地方正好能够发挥他这个开我蒙令的这个含义啊。如果这一句话摆在其他的文化里面就不相应了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楞严经它的文字啊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说它的好的情况，没有文字可以表现，没有这个语言可以表现。所以这部经可以说，如果你懂得它的文字的妙处，肯发心读的话，真是百读不厌，千读不厌，越读越爱读。因为它的文字啊，每一段每一句都是很微妙的啊，使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会有这么微妙的文字啊。这一点呢要靠自己细心的去体会，从头读起，把十卷文前后读完啊，你就会了解到这部经的妙处啊。前面是阿难叙述他的啊这个疑问，阿难的错误点在哪里呀？他把六根看成啊，把根跟这个尘呐、啊、相对啊，好像这个沉静如果没有沉静，根就表现不出来。他没有想到这个性是不变的啊，所以后边佛要破他的疑之啊，要从这个啊六根的根性显示他的不变，常住自离啊。实际上
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它的性根性的当体呀，都是常住的。而下面佛以集中念常的方式来提示这个闻根，说明这个闻性不坏，闻性不灭，闻性常住，这里面就有含义，要选耳根圆通啊，给阿难做修行的这个功夫。所以太虚大师的这个科判叫做念闻根不生灭性，密令选耳门圆通，念就是下面集中念常，敲钟体验出这个常住的闻性，所以这个闻根就是闻能闻的根性，能闻的根性啊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能闻的根性本来就是不生灭性啊。这个等到后文敲钟念常之后就可以发明，闻性是不生灭，那么单拿闻根来测验，可以知道佛的用意就是要阿难选耳根圆通。多闻第一的阿难，如果不用耳根，其他五根都不是他的修门，所以秘密就已经先显示啊，要选耳门的圆通，要阿难来修行。所以后边说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到最后就是由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，那么用意就是完全对阿难而说的。那么接下去就是佛解答阿难的问题说的话。佛告阿难，你学多闻，未尽诸漏，心中徒知颠倒所因，真道现前呢，实未能施。说阿难的这个错误的问题啊，佛对阿难说，你呀一向就在学习多闻，耳根最利，听过就不会忘掉，你是学习多闻第一，可是呢你没有断烦恼，未尽诸漏，漏比方烦恼，未尽，因为这个时候阿难只是正出国，出国只是断见货88时，还有思货81品，还有尘沙无名，都还没有动，所以你的烦恼还没断，是未尽诸漏，意思就是说你只是学多闻啊，你没有在修行断烦恼，而到现在你的思货81品丝毫未动啊，还有尘沙无名42品无名更是难断，你都还没有断烦恼，所以你现在呀，心中徒知颠倒所因，知道什么叫做颠倒，颠倒的因你好像知道了，可是真道现前呢，实未能施。真正的颠倒现前，你可不能没有办法认识。怎么说真道现前不认识呢？听法听到牛角尖里面去，佛说的话并不是说根性会灭，可是你把它听成根性会灭，这不是颠倒吗？你不懂得佛说话的用意啊，把它听偏了，偏得太远了啊，这实在是不堪想象的事情。你懂得那么多佛法，为什么真正你自己的颠倒现前呢，你却没有办法认识它啊？真道现前就是把这个根性本来不生灭的根性，你把它看作跟六根一样沉浸不现前啊，根性就灭掉了，这个错到哪里去了？根性是不灭的，根不起用，没有沉浸，根不起用，但是根性并不灭。例如眼根不看外面的明暗的沉浸，
可是那个能看的作用啊，这个体性是不灭的，只是那个见的作用当下没有升起功用而已啊。啊，那么根性是还是存在的，耳根啊，声音不现前啊，那么好像是它没有闻的作用，可是闻性是不灭的。那后边所测验的闻知啊，用意就是在显示闻性不灭啊。根，你认为有生灭，这是错误啊，它是有沉静才现前，没有沉静它没有显现。那么性是不灭啊，你对这个性不灭的道理，如果你没有完全领悟啊，那么对这个道理你就还是没有办法明白。孔你诚心有未信服，吾今是将成熟诸事当处你矣。佛的说法的方便至为全巧，他必定会想出一个办法，实际上他不用想了啊，我们话不得已说想。他知道阿难这个时候的问题要用什么方式来啊破除他的疑惑啊，所以佛说恐怕你啊真诚的心对于这个道理还没有完全信服，佛说的话你还没有完全信服，我现在要用成熟的事情啊来断除你的疑惑啊。佛在答复阿难的这个问话，认为阿难呢真道见前他实在还没有办法认识，就是把根性常住而悟为断灭，这是颠倒啊。恐你诚信又未信服，恐怕你阿难啊诚实之心对于我说的话你还不能够完全相信而服从啊。那么因此啊，我就讲啊现在成熟的事情来除掉你的疑惑，吾今是将成熟诸事当除你疑。吾佛自称，我现在不妨以世俗的事来除你的疑惑啊，就消除你的疑问啊，不要以为是断灭啊，是本来是常住的，你把它认为断灭，这是个颠倒。那么即使如来持罗诃罗集中一生，我自己做临时的罗诃罗啊，佛随时就叫罗诃罗，哎，你别去敲钟吧，敲了一声钟啊，钟敲了之后啊，就问阿难说，问阿难言，你今闻否？刚才敲钟你听到了吗？啊，阿难大众俱言我闻。阿难并及当时听众的大众全体都答复说，我闻，有闻到啊。钟邪了，现在没有声音了，钟邪无声。佛又问言，那么钟已经那个声音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声音了，再问这个阿难说，你今闻否啊，现在没有声音嘛，有没有闻啊？阿难大众俱言不闻，没有声音他就答没有闻啊。因此啊，这个第一次啊有声无声他都误为有闻无闻啊。